一起老师说那个简介，下次上课再补充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他来载我啊，简介就拍了，啊、因为他最近感冒，啊、身体有点虚，就这样子。我前一、okay、因为七，我补录，你听到吗？啊。对，五六个小时，对，啊，意思是什么？可以了。意思是说，现在大家玉琪老师呢，他最近身体微恙，所以这就是去医院、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早上去医院负责，刚跳看，身体不太舒服，对，所以今天看起来比较憔悴，没那么帅。请期待第一天上课的时候，我最帅气的时候。谢谢。这个不是花絮，这是他的自我简介。花絮是、哦、花絮是刚才主任说我不够大气。其实不是不够大气，那是因为钱都被老婆管死了。那也不是花絮，那是责备。好，我们那边见。